这棵真是每年一夏天就能长这么多，一夏天就可以长满，那个架子都快要塌了，叶子可以长那么多，看这一片大叶子。去年种下的这棵月季花本来以为活不成了，今年居然重新长出来，然后又有好多花骨朵。哇，好大一只蜘蛛啊。冒雨拍一下这个花，还开得挺好的呢。哇，没想到这个回芬兰才种的香菜长得真好，以前的香菜只能长一点点大。韭菜根种下去的十天已经长那么长了，不知道这个韭菜根会不会越长越瘦。今天忙了一下午，没有时间做晚饭，过来买点熟食。嗯，有特价减30%，所以这边开始排起的队了。这个是打折后的价格，这些是6.99，那这个是5.5，这样的话就12块钱。那各种沙拉，但是大部分吃不太惯。肉类，火腿肉类，鱼类，有芬兰的龙虾。来买一袋米，啊对，哇，这个米看来很受欢迎啊，竟然这么大篇幅，我可以的啊，你可以的，当心啊，哇，5公斤呢，好，放这，走嘞，哎呦，怎么回事？今天傍晚的那个空气真好，还是要锁一下的，哇，这个夕阳好耀眼啊。这里就剩最后几样了，有的觉得挺好的，但是是女士的其实也无所谓，只要颜色不花就行了，关键就是腿短。就是因为腿短，所以买这种成人的都合适，就算放到最低它够不着地就很尴尬。对，这个也是那个后刹车，就是那个往后骑刹车会不太习惯。我觉得这个好，这个有刹车，而且还带锁，而且还有个空啊，必要时还可以用来装东西。快捷点啊，你都来转了3次了，有点挑战。嗯，那个还能往下放的呀。嗯，那个不是最低，还可以往下放2厘米。电动车999，关键是跟这个电动车它也高呀，你看它那个凳子也很高，你跨不上去的，你可以试一下，你站在那边对比对比一下。那个多少钱？19,940。怎么可能，我看看啊，不是吧，这是1999，应该是现在是1199.4，他写错了肯定。好纠结。好吧，挑了辆最便宜的，最便宜最小的，小朋友的，我跟我那辆是一样的，啊，挺好的，情侣款，多少钱？197。这凳子也舒服，对我的小短腿正好。我说，这边的男的自行车都是这个坐凳调的比那个龙头还要高，就不知道他们怎么骑的。再往下调一点。安全第一啊！今天有司机，啊，今天有司机送我上课，哇，待会儿还有司机来接我放学。嗨，司机，可能新学期开始，所以人比较多，但是确实今年的新生比往年要多很多。那个云好像油画呀，咦，一个热气球是要升上去了还是降下来了呀？